女儿就把她当男生来教，男生来带。啊，不过一天咱两个老套套的时候啊，这女儿唔知无，这个灯电灯泡爱换啊，这个水熬开了啊，就爱这个女儿去煮了。是啊是啊，有一天哦，你甲我讲，爸爸，我爱想甲你阿弥做一个艺人啊，你都听下讲阿弥做艺人，艺人是阿弥容易啊，艺人就是也要唱歌，也要跳舞，也要演戏，都也要做茶缸啊。木匠伊是讲木匠伊读书读到，啥物做咩？因为爸爸逐工，我逐工就厝家己当，家己当当搞伊当多的。哦，佫有咧，佫爱做厨师哦，因为我逐工煮硬话人食，伊人真好命的。哦，佫做啥物？做水窑，哦，水窑因为我逐步时阵厝我就是讲爱做啥物就带着女儿一起，这个不是唔是做工，是一起玩，所以咱家做起一起成长，真正重要的。是。然后他也很爱画画，他说：“妈妈，有一天我要做画家，好吗？”我说：“画家好啊，画家好，画家跟开你嘴不一样，本来就我要开，记得开金嘴。”伊大家讲我真惊，伊甲我讲来读罗昆了，啊，就乖乖读罗昆来开金嘴。然后他说：“画家好，画家好，画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画家一夸门票金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画家连海浪一自得其乐，自己画画就脱了。”因为啥物讲爱做画家，因为我逐工就是家己画画，我画水墨画的嘛，所以伊逐工最近画画有时为了赚嘞，啊有时为了提升，我特别是为甲合作为提升嘞。我逐工穿甲为提升出去哦，我人变为提升，逐工就穿又为提升。今天这件吼，今天这件吼，啊就是伊画的吼，啊对无？因为伊是属鸡的嘛，所以属甲画小鸡。我讲我拢人爱画一个，伊画一个大鸡、大公鸡、小鸡是伊吼。大公鸡有鸡冠鸣，这个够眉毛的，睫毛。啊，这个呢是我为水墨画的小鸡，我觉得这个画看起来真正和谐，而且哦，伊这个佫代表伊是真吉祥嘛。伊鸡呢代表生机，也代表转机，所以真正有意思。对，我还记得我们就穿着他画的衣服去丹东窝子跟老板开会，然后老板就说：“哎，你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很好看，很真，很可爱。他说：“好不好？多画几件，给我们作为这个爱多一点行动来做义卖。”啊，你会讲画，这样子的也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小朋友的画很真呐、啊，一次过，你画一作画的时候也要专心，一笔勾成这个构图啊，他从来不改的，他就画了，马上 OK， 你删掉啊你。所以他很真，他很去字。然后，如果他们父女两个带着善念、带着善意要去做好事的心情来作画，这个作品一定是最美的。所以我说，这个是一幅真善美的作品。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决定下来了，就跟这个爱多一点行动来配合，是来做义卖。我是觉得哦 ，Diamond 的老板总裁麦格林摩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人哦，因为他真的很有诚意啊，很真心的就去跟我们配合。那我觉得哦。能够为社会愿意为社会付出多一点爱的人哦，肯定是一个好人，所以我就相信他，就跟他合作。是，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是他很用心，很成功的商人我看的很多，有境界、有教育理念的，真的不容易。可是他做得到，他很用心的在照顾着他的顾客，在教育着顾客，希望他的顾客不要被骗，怎样提防假冒滤芯。所以我觉得啊，他还很大胆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永久的保证。我觉得，这个结婚证书也已经不能再保证着我们幸福人生了。可是他就很勇敢的跟大家给了一个永久的保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勇气，那么用心，那么真诚的一个，那么有理念啊，我们一定会跟他配合。所以我们就很乐意的就来给大家分享说我们要带动这个爱多一点行动，就因为就希望大家。懂得去多一点去爱别人，去关怀别人。所以今天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女儿打电话来，她说：“妈妈，今天让小朋友不来夹成绩单，小朋友的妈妈什么来夹成绩单？夹到成绩单就先回厝了，免等放学。刚才我只给我妈妈呢，你讲你也未来，她很难过，在那边哭了起来。我讲，叫妈妈穿条你今天爱穿条你的衫哦，你画画的衫，爱去甲阿姨、甲叔叔、甲。”阿哥阿弟，给人讲，我能做一个好事，我能代替来做一个爱多一点行动的好事。妈妈给他做好事，妈妈带着你的 T 恤给他做好事，去教育还有小朋友跟你一样年纪的小朋友们，所以他就开心起来了。我讲，我你辛苦，妈妈哪不让这个地方。
方回家要四个小时，妈妈给分享完了之后，我带着已经挂对处，安尼你困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个 very good 把那个的 kissing， 一点就是妈妈对来了，然后他才愿意放下电话，哇，那个电话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呢就带了一个小朋友的童装。我在想念他的时候，我就想看看这边可爱的小朋友，有哪一个小朋友想跟阿姨在这里分享，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好不好？那我就把这件 T 恤送给你，来。来，小妹妹，哇，好可爱哦！这个小妹妹好像我。现在应该是3岁，对吧？哎。啊，我女儿3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胖嘟嘟的，比她更胖。哦，这些还没见哦，好好好。啊，赶紧这里。来看，哎，对，刚刚好哦，好，给大家看一下，给妈妈看一下，对，跟妈妈说我爱你好吗？我爱你，好，我爱你。只有一件吗？哦，这里还有吗？我们多了2个小朋友，那我们只剩下一件吗？剩下一件了，就刚才这个先来了，不好意思。好的，那谁先？好不好？好，传给那个维姐娘好不好？因为那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这个爱多一点行动，他们一家人跟孩子一起做好事，我觉得给孩子一个这样做好事的观念也很好。妹妹这样子好不好？阿姨等下再给你好不好？好啊，等下你来接我啊，好吗？小朋友出来了，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失望。他很有勇气哦，他走前了，我们给他个鼓励掌声好吗？我们最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在人前很勇敢的畅所欲言，随时觉得。决定了我要走向前，我们就让他走向前，哦，不要让他失望，这个是做好父母的条件，所以在背后永远支持他。我们这个体制非常的珍贵啊，因为这个是外交部给的，这里是外。